真善美，很真诚的相处，大家有爱心，这是一个美丽的世界。这个美丽的世界就是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的扶持尊重，然后呢大家能够相互的学习。学习做什么？学习就激励自己能够对人更客气，自己能够更谦虚。我最后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，我感觉我们300护国区有300基督区为荣为傲，我们太棒了，谢谢。